啊，我们要四年要把圣经读完一次，每天读四分钟，会把这个圣经读完一次哈。那上礼拜我们读创世纪一章到第七章，等一下我们分组的时候就是要讨论这个进度。那今天回去呢是要读八章到第十五章，所以我今天会稍微简单每个那个经句读完以后，我会稍微讲一下回去要读那个进度的内容，然后下礼拜来就是要讨论的啊。所以这个礼拜回去要读八章到第十五章。那因为上礼拜没有讲，我今天稍微多讲一点点啊。圣经就有几卷？39卷啊。好，圣经就是这三十九卷，这三十九卷。那其实分成五个部分啊。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？律法书五本。第二个部分呢？历史书12本。第三个？智慧诗歌智慧书5本。然后大先知5本，然后呢，小先知12本，哈，其实39卷是包括这样子哈。来，我们说旧约几卷？39卷。律法书呢？历史？12卷。智慧书？5卷。大先知？5卷。小先知？12卷。好，这个大家一定很熟了。其实我们这39卷呢，是分成两个部分的啊。第一个是这个部分。历史，然后下面呢，第二部分是在补充这个，这是主轴，旧约就是这个17卷主轴，然后这个在补充，另外一个图给大家看，这个哈，来，创出你名声，这是律法书，对不对？后面呢，12本历史书，这个是主轴，时间是从这个一直走到被掳归回，那这个旁边就是没有在走的时候。我说他把它拿到上面去，这个主轴的下面呢，都是在补充，像这个智慧书，这个是补充这里，这个是补充大卫，这个是补充所罗门，然后剩下的17卷大卫先知呢，在这边啊，全部都在补充这个时候就被掳归回，所以这个整个旧约就是这个结构，17卷主轴，然后其他22点在补充，一直在补充。那这个主轴呢，其实就是这样子，整个历史就是这张图，就为整个主轴就是这样子。从这边开始，4个事情，创世纪有4个事情，然后4个人，从这边亚伯兰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到埃及，出埃及记从这边出来。到出埃及第19章停到西乃山，一停呢，圣经就写了57章，都是在这个地方没有动，利未记没有动，然后到民数记第10章，他们又开始出发了。民数记，然后这边绕来绕去，绕到这边停下来，在这边讲生命记，然后约书亚记进去，然后南征北伐，然后分土地，接下来四支记。然后接下去，那个以色列，那个一个扫大门、扫罗、大卫、所罗门，然后分裂，南北国，北国被抓去亚述，南国被抓去巴比伦，然后我归回到尼希米。所以整个刚刚讲到主轴17本，就是从创世纪一直这样子到被掳归回。所以这样就是这个旧约八。好，那我们旧约，我们四年准备从旧约开始啊。那我们旧约的事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，那我们就从律法书开始啊。这个律法书呢，就是创出立民生，然后我们从创世纪开始。那因为上礼拜没有介绍，简单介绍一下哈。来，创世纪讲什么？4个事情加4个人物。4个事情就是这4个事情，一起念：创造、堕落、洪水、巴比亚。4个人物：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。好，就是4个事情，然后这个4个人到这边，这就是创世纪哈。好，那这个四个事情，我们叫做太古时期，是创世纪第1章到第11章，就是4个事情来
请大家再念一次。创造、堕落、洪水、巴比塔，那它的升级就是这个。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创造，第一章的第一章跟第二章。第一章呢，就是宇宙创造的来历。来，请大家一起念。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好，那时候空虚，还有混沌。既然空虚，所以神就怎么样呢？要给它填满。那混沌呢，就是很乱，所以要让它成型。所以接下去呢，就开始填满，填满。第一个填光，第二天填什么？空气。第三天填水，第四天呢填光体，第五天填鱼鸟，第六天填野兽、牲畜、昆虫，最后填人，啊，对吧？不是那个空虚吗？填了，好，这就是创造哈。那在创造人的时候呢，人家讲一个话，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让他们来管理。所以我们人是什么？是形象，像是神而已，但是不是神，这个很重要哈。好，第二章呢，特别再把怎样造人再讲一次，其他就不讲了，因为人最重要哈。因为用尘土造亚当，把它放在伊甸园，然后叫他在那边修理管理。那伊甸园在什么地方呢？很可能就是两河流域的这个地方或者这个地方啊，这是地理位置哈。然后呢，神就说那两棵树哦，你不可以吃那个分别善恶树啊。然后给他一个配偶，给他配偶的时候，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然后呢，所以两个是一体的哈。所以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连着二人成为一体，这在创造里面就看出来了哈。好，这是创造。接着第二个事情，第二个大事是堕落，三到第五章。第三章呢，人就开始犯罪了，因为蛇的引诱，这个大家都读得到了哈。然后就受咒诅。那这个地方，我们会怀疑，为什么神叫他不能吃善恶果？一个生命树嘛，一个分别善恶，为什么神一直叫他不能吃这个？因为如果知道善恶的话呢，你就会呢，一切会自己去处理，然后呢，你会让自己变成神，就是刚刚有提到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是照着神的形象，而不是神哦。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呢，你会变成自己会以为是神啊，这问题会出在这里哈。好，所以呢，就给他咒诅，男的要去工作，女的要生产，蛇呢要怎么样？要爬的。那这里就出现了最初的福音了，来，大家一起念。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。这是对蛇的咒诅。然后这里看到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这个女人的后裔是单数，是那个女人的后裔是谁？讲谁？耶稣。在这里已经出现最初的福音。那个女人哦，是一个人，不是全部哦，她要伤你的后裔，伤你的头，就是撒旦的头啊，这就是最初的福音。而且不但这样子，他们知道羞耻，所以神就怎样，有一个皮衣给他穿。那皮衣要怎么样？一定要宰牲畜啊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地方已经基督的牺牲的救赎已经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啊，然后把他租出去伊甸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如果留在伊甸园，他已经犯罪了，已经会死的。那如果在他又吃圣灵树，如果不死的话，败罪痛苦，一直活着是很痛苦的。所以是把他赶出去啊，不要让他吃到圣灵树，就出去了。啊，接下来第四章就亚当的儿子老大杀老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没后代了嘛啊，那神这边就记在这个该隐的后代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不见了，所以上帝给亚当一个代替的，就是什么，再生一个赛特啊。所以以后呢，就有赛特这个家族啊。所以亚当他的第二代是三个儿子啊，这是第二代，这个已经死掉了。所以这个该隐呢，身体就一直
记载第二代、三代、四代、五代、六代、七代、第八代，这里面有他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，就是在讲这几个啊，一个是他一个拉麦的事情，然后还有这个几个那个祖师啊，周祖雅啊，这几个，然后呢，赛特从这赛特这边有一条路线到摩亚啊，到这个地方啊，那这个地方，这个其实这个主要的赛特的家族也看到什么？看到这三个以诺以主同行300年啊，第二个一个活到最老的马土沙拉活到969岁，然后摩亚他有三个儿子啊。好，那你看到这个摩亚，他们算哦，算到这个马土沙拉活到969岁，那把这些人加上去的话呢，刚好怎么样呢？刚好他死掉的时候，洪水开始来。很有趣的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最老的死掉的时候，洪水就开始来了啊。那后面就是拿摩亚的三个儿子，好，就开始第六到第九章第三个事情讲洪水。就讲摩亚的后代，这边有一个经节，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来娶她为妻，对不对？这里有就很多问题啊，这到底神的儿子是谁呢？有人说是天使，有人说是谁呢？是属神的儿子，就是谁？赛特的后代啊，你这样才能了解，可能看得比较清楚。因为也有圣经外面写说，那个天使，这个天使曾经带了200天使到地上。哦，所以有人就说啊，那是天使的啊，就这样了解就好了啊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罪很大，哦，每一个想的都是恶，所以呢，神上帝就后悔了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神是不会后悔的，这是翻译的问题，是什么呢？很忧伤，他就要停止计划啊。然后呢，他就说好，我要把这些通通灭掉，我造的这些通通灭掉，但是挪亚要蒙恩。所以呢，就叫挪亚去造一个方舟。这个方舟你要把这些人带进去，对，你自己看就看到了啊。这个方舟多大呢？从上面看下去是这样子，旁边是这样子，侧面是这样子，还是多大呢？就像这样，美式足球场，这个就是方舟就这么大。美式啊？美式足球，美式足球啊，这个对不对？一个这个要踢到这个啊，那从旁边看呢，就是这么高。好，这就是方舟的大小，大概这样子。好，又开始下，上帝家640条进方舟，又开始了啊！从2月17号开始下洪水，下了40天，然后呢，这个水呢泛滥了150天。好，150天，方舟停下来了，停在亚拉拉山啊，人家给他看亚拉山在什么地方。然后呢，水就开始退了，慢慢退，对，地这个。10月1号的时候，山顶就出现了啊！山顶出现以后呢，它就什么？经过40天，就放一个乌鸦出去。好，乌鸦放了以后，第7天又放一个天使，又放一个鸽子。第7天再放一个鸽子，这个鸽子捡一个橄榄叶回来了，所以就看到地面啊。然后在7天，鸽子出去就没回来了啊。好，那它再到11月1号的时候，就把那个。方舟的上面盖子就打开了啊，然后2月27就出方舟了。所以你看，从2月17到2月27，一共是1年10天，它才出来啊。出来以后呢，它就筑坛献祭，这就是整个洪水经过啊。那亚大拉山到底在什么地方呢？很可能在这个地方，两个流域的上面这边，土耳其这边啊，那个地方。听说探险家已经发现方舟了，但是土耳其政府不让人家上去探险，所以现在还是处理啊。好，那这个洪水跟方舟到底是神话吗？啊，其实全世界200多个民族都有洪水的记录，然后呢，我们中国那个米什么窝在窝啊，米蛙补贴也讲到，哦，用五彩石补贴。那是不是跟我们彩虹是一样的啊？好，接着第九章就讲挪亚的后代啊。挪亚是释放的下船的啊，放到下方舟以后，神就祝福挪亚跟他的儿子说：“你们要生养这么多，然后活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吃了，以
前是讲蔬菜啊，现在已经开始可以吃肉类了啊。然后害你们的，我要讨他的命。所以，然后又跟他立约，又不要再灭你们了啊！彩虹，你们看到彩虹就知道，我不会再灭你们的啊！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有点变化，什么变化呢？第一个可以吃肉的啊，第二个有死刑的，第三个有彩虹啊，这是摩亚下方舟以后的改变啊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巴别塔啊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要读的啊。第十章先介绍挪亚三个儿子，这三个儿子呢就是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这是地中海啊，这个亚伯呢，他的后代就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欧洲啊。那韩呢，他的后代在这附近，就是现在黑人。那闪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黄种人，这他的后代就在这地方啊。这个这就是闪在这边，然后韩在非洲这边，亚伯这边，就是以后我们现在人类的后代，就是从这三个来的啊。好，第十一章就巴别塔啊。那个时候他们的口音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人类开始骄傲了，开始骄傲，想要变神了，就是刚刚一直讲的。他们说：“来吧，我们造个塔，塔顶通天，要传扬我们的名。”就是什么？他要爬到神天上去跟神比的啦！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是他们就是建这塔，巴别塔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巴别塔在什么地方呢？应该在这个地方，两个留意就是旁边这个地方啊。好，所以神就说：“好，他们这样子的话，以后就他们要做什么就是。”刚刚我讲他们想变神嘛，对不对？神就打乱他们的口音，哦，让他们讲话意思就不通了啊。然后这边就开始介绍闪的后代啊，闪的后代。这边就是讲闪，他有一个后代叫做他拉。这个他拉在70岁的时候生亚伯兰，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。他们生三个兄弟，但是这个先死掉啊。但是他有一个儿子叫罗德，这边啊。他生了三个，然后这个哈兰生罗德以后就死掉了啊。然后亚伯拉罕娶的妻子叫撒来，撒来不会生小孩啊。这就是开始要讲亚伯拉罕的啊，所以把他拉跟亚伯拉罕那个家庭拉出来啊。好，然后呢，他拉这边是记他拉先带亚伯拉罕出去。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，其实你看圣经是他爸爸带亚伯拉罕还有罗德还有亚伯拉罕的太太，他们要往迦南地区，他们出了乌尔往迦南地区，走到哈兰，在哈兰那个地方他就死掉了，然后他死掉以后，上帝才叫亚伯拉罕继续走的，这个圣经记载是这样子啊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就讲后半段的四个人物，哪四个人物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这四个啊。那我们从亚伯拉罕先来讲，他是14章到24章，很长哦。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时期啊，三个时期。第一个是信心开启的时候，好，就是这段时间呢，神就把亚伯拉罕召出来了，因为他爸爸已经死掉了。在他的住一段时间，上帝就告诉亚伯兰，你离开你的本族本地出来啊，你要离开你的人，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，然后给他7个祝福。什么祝福呢？我要叫你成为大国，我要侍奉你，我要叫你为大，我要叫你什么什么什么，7个祝福，然后叫他出去，他就开始出去了，他就开始走到迦南，一到迦南以后，先到示剑，就在竹坛，竹坛还是往前。伯特利又在主坛，然后呢，继续在那个地方，到南地的时候就碰到饥荒了。碰到饥荒以后呢，他就到埃及。到埃及的时候，他怕他太太太漂亮啊，他就骗法老，结果法老就被处罚，他就被赶出来，他就回来南地，回到伯特利来看图啊。这个就是乌尔，从这个乌尔，他爸爸带他们出去，一直走，走到哈兰。在哈兰地方，他爸爸就死掉了。他死掉，死了以后呢，上帝耶和华召他就出来了。第一个到示剑，在前面伯特利，
然后到了南地，然后那边南地碰到饥荒，饥荒他就跑到埃及去了啊。这个次序就是这样的。后来从埃及又回来伯特利，好，那在伯特利的地方呢，亚伯拉罕的牧人跟罗德就开始争吵，因为他们东西很多，牧那个羊很多啊，就争吵啊。争吵以后呢，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看你什么喜欢什么地方嘛，你向左就向右，你要向右就向左嘛啊。”结果罗德就选索多玛啊。然后呢，上帝跟亚伯拉罕没关系，你东西南北通通给你啊。所以呢，亚伯拉罕就迁到希伯伦啊，来看地图。这就是伯特利啊，伯特利这地方。然后呢，他们这地方牧人就争吵了，争吵以后呢，这个地方是索多玛啊，死海的旁边。那罗德看这里很肥沃，他就迁过来这边。那亚伯兰就迁到希伯伦，好，目前就停这样子哈。他在那边筑一个坛，但是那个罗德去的那个地方呢，就发生四王王战争，那他刚好住在那边就被抓去了，抓去又亚伯兰就把他救回来啊，就把他救回来，救回来以后呢，这个撒母王麦基洗德来迎接他，他就献十分之一给这个麦基洗德啊，这是从这边十分之一就从那边开始啊。好，然后接着下去呢，我们会读到第十五章哈。上帝就出来跟亚伯兰立约，他就把他带到外面去，你看天上的星，你看星，你算算看有多少个星，我的就要给你后裔像这么多，然后亚伯兰就相信了，他只有上帝这样子跟他讲，他就相信了，所以神以他为义。好，然后呢，亚伯兰就耶和华就跟他立约啊，就叫他用牲畜换两堂，从中走过去跟他立约哈，立约，但是就跟他讲，你们啊后裔会寄居到别的地方，要服侍那个地方400年，所以真的在埃及400年以后就可以出埃及啊。然后呢，你们出去的时候，我会惩罚那个国家，你们可以带很多东西出去。好，今这个地方你们就有，这个地方会读到这个地方啊。好。请大家起立，我唱祝福诗。